气场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对呀，这就是那花豹的封面。哦，这是这皮儿啊，对呀，这封面。我告诉您，您就这样啊。我们说剧场经理请演，我告诉你，您家里就卖了票了。弄一棚子，你媳妇在门口。来人呐，看新出头的外甥一毛一位呀！来呀，这边拿钱。哟，新出头外甥，来拍拍，你看了，来，就是。